歡迎大家收睇《麗得美容天地》，我是主持 Fiona。我是 Rita。咁其實咧，我哋呢個節目咧，會係同大家介紹皮膚啦，同埋皮膚護理，仲有係最新嘅科技關於 facial 嘅嘢嘅。咁其實 Rita 我都知道你係一個專業美容師嚟噶。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解釋一下皮膚有分幾種嗰個 type 啊？其實咧皮膚咧，基本上好多人都知道有幾多種噶啦。但有些除非是很特別特別的，有些不同，就是個別性的，基本上油性、乾性、中性這些敏感性基本上都是有，但是主要原因呢，你懂分析了之後那還要你怎樣去處理，這個是很重要的。除了這四種皮膚有問題之外呢，還有些是特別的，就是局部性不同的皮膚有些呢就直頭呢是很多油的分泌是局部的，那這些又是另外一個處理的。 OK， 那其實如果好像油性皮膚那樣呢，如果經常出油那你是怎樣清洗的，還有怎樣護理它呢？那當然是利用我們的產品啦。產品可以克制到它，譬如它油的多的呢，它的產品是可以控制它油的分泌和它的毛孔的清潔，最重要是留意這方面的東西。其實好像例如冬天那麼乾燥啦，如果對於乾性皮膚那些呢，可以用一些什麼的你們的 product 呢？其實 product 呢，就每間公司的運作和那個提煉呢，是每間公司是不同的，就不是說間間公司一樣。我想 product 呢主要都是最重要是針對性，就不可以說比較籠統一點又可以用這樣都可以的，譬如有一點乾的又可以用這個 cream， 有些是一個 cream 可以控制很多皮膚用的，即是普通一點啦，就不是說專業的，那些就是沒那麼好咯。即其實最重要是要找一些product 是適合自己的皮膚的，是專業一點的，專業一點比較好。其實除了自己家護理，很多女士都會出去做外面做 facial， 外面美容院做 facial 的時候是有什麼option 呢？主要呢就是看看那間美容院本身的設備是不是全面一點，還有個美容師是不是真的受過訓練，還有個美容師的經驗有多少呢，還有他懂不懂運作那些護膚產品，還有他是不是真的很純熟地認識那個護膚產品的運作。還有呢他那個美容院呢的衛生呢很重要啊，因為有時入到不乾淨的話，你自己都害怕細菌感染啊都會有，因為不同的人的皮膚呢入到去都是做護理啊，咁如果咧佢個衛生設備得唔好咧，好容易細菌感染。有很多皮膚的問題咧係過濾性細菌嘅就甚至空氣都可以傳菌嘅。咁如果你嗰個美容院衛生都唔做得好咧，這個危險性就比較高啲。再加上咧，就淨有呢、這個佢有冇買保險呢？保險都好緊要嘅喎。係啊。因為保險咧就唔係話可以保護到個美容師，唔係係保護我哋嘅客人嘅。有好多誤會，哎呀，佢有保險啊，保護個美容師啫。就算佢做壞咗啊，有保險賠翻個俾個美嗰、那個客人。保護住個美容師，唔使佢自己攞一筆錢出嚟去賠償俾嗰個客人、那個消費者。其實咧，最重要咧就係保護嗰個客人。如果個美容師佢好多方面都做得唔好，甚至佢本身學嘅有幾多咧？學得好唔好咧？咁呢個咧，除咗保險保護咗個客人之外。咁起碼都有個保障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個保險嗰個作用都對個消費者嚟講係好緊要。
咁其實即係如果揀美容院出去做 facial 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最緊要就揀一間咧係自己對佢有信心啦。咁我哋麗得美容院咧，呢個咧就唔單止係美容院嚟喎，咁仲要係訓練學校嚟嘅喎。咁相信大家都會對佢非常之有個信心嘅。咁不如 Rita 你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最近好 popular 嘅 laser 皮膚 facial 啦。咁我聽講話有嗰啲彩光啊、激光啊、油光嗰啲，咁又加上聽過有 side effect， 即係例如白色咁嘅嘢嘅，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係啲乜嘢嚟㗎？啱啱喺上兩個禮拜咧，都有啲報紙咧係報導過，係關於呢個所謂彩光啊、激光啊，去做雀斑啊，甚至做暗瘡治療啊，去皺紋啊，咁究竟係光係咩咧？我曾經喺呢個網上電視嘅節目咧都做講過㗎啦。光就係火，火係令到我皮膚容易灼傷，個危險性程度係好緊要。咁視乎嗰個美容師個運作，所以頭先我都講個運作都好緊要。佢對嗰、那個彩光啊、激光啊嗰方面嘅光學嚟講咧，佢有冇認識咧？嚇，唔係我哋買部機翻去就可以幫人做，唔係係好緊要。因為咧，我哋皮層咧係好薄嘅，解剖開嚟咧就有五層皮，其實嗰啲皮係薄得好緊要。咁如果你運作得唔好咧，就好容易會灼傷嘅皮膚。如果佢 damage 底層咧，就直頭去到真皮咧，去到肉咧，直頭就爛咗噶啦。哇！咁、那個 damage 都幾大下㗎。佢係翻唔到轉頭嘅。咁好似曾經咧，有位明星咧。我都可以講係蕭芳芳小姐啦嚇，佢曾經都講過，佢做過雀斑，係喺15年前嘅事嚟嘅，喺美國做，咁佢都話做唔得到，原因咧佢做完咧又走翻出嚟，咁樣咧就變咗咧，即係等於做，即是等於冇做到。咁即係如果做得唔好 damage 個皮膚嘅話咧，咁係比咗未做之前會更加差咯。有些甚至如果是嚴重啲嚟講咧，就直頭做到咧，好似我哋出水痘咁，即係豆皮妹咁，一粒粒豆皮咁樣。點解會咁啊？因為佢將個皮咧係燒熟咗，熟咗咧變咗，如果係過火嚟講咧，佢變咗係焦，一變咗焦咧就係甩啦，一甩咗咧就一個肉咧就窩咗落去。咁其實都真係好危險噶喎，如果要做呢啲。當然每一樣嘢咧都要有個冒險嘅，但我哋冒險之餘，唔通我哋唔想靚咩？邊個女人都中意靚？貪靚係女人嘅天性嚟嘅。係啦，咁我哋點樣去尋求嗰個正常同埋係比較合理啲嚇嘅去治療我哋皮膚咧？我哋最緊要咧係以安全為主。咁嗰上嗰幾個禮拜咧，曾經咧見過報就話。有啲用激光啊、彩光啊嗰類型嘅光學嚟做咧，係變咗皮膚係白色。哇！咁真係好危險嘅喎。係啦，白色咧就係、是、例如有啲人咧又皮膚甩色啦。點解會咁嘅情形咧？因為佢個光咧係透過我哋嘅皮面滲落去皮層底下，佢將我哋嘅有色嘅細胞皮層咧。將個細胞色素嘅色素嘅細胞咧，係全部殺死曬，咁變咗嗰笪皮膚咧係變咗白色。咁如果真係有啲咁嘅問題出現嘅話，有冇得補救啊？咁咧就好難啦，因為嗰個皮膚嗰個皮層細胞已經係冇咗。因為我哋咧東南亞嘅人咧係有色人種，例如咧印度啦、菲律賓啦、我哋中國人啦、日本啦、韓國啦。甚至咧係紅番咧，係啦，紅番佢哋有色人種，係白種人咧，西人咧佢哋就係冇色嘅皮膚冇色嘅，所以佢哋曬完太陽啊，甚至做完咗手術啦，佢哋嘅 scar 咧係好容易平復翻，即係冇啲印啦，冇啲紅印啦。咁點解我哋有色人種嘅人咧就會有咁嘅情形咧？因為我哋係有色素嘅細胞喺我哋皮膚上邊嘅皮嗰度。咁即係其實雖然啲白人好好彩啦，佢啲皮膚比較容易如果傷咗會容易復合啦，但係我都係覺得我哋東方人嘅我哋啲皮膚係比較嫩啲噶，我係覺得。西方人嘅皮膚咧就比較係幼細，好嫩，
但係去到30歲到啦，佢哋皮膚咧就比較係提早係老化啲嘅個情形。點解會咁咧？因為佢哋咧就可能同佢哋生活啦、食煙啊、飲酒啊、暴曬太陽啊，嚇同埋咧就比較中意玩啊、户外活動啊，咁比較係同埋佢冇嗰個色素細胞，保護住佢個皮膚。但係我哋咧東南亞人咧皮膚咧，因為佢有個色素細胞咧，佢可以咧防咗紫外光嗰個侵害。但係有一樣唔好咧，就係容易啲色素咧細胞喺唔同嘅位置沉澱咗喺唔同嘅皮膚嗰度，就變咗一笪笪，有啲就黃黃地啊，即係啡啡地啊，有啲又雀斑啊，係啦，咁咧有呢個唔好處啦。咁其實我就聽講話如果有雀斑啊、colour distortion 啊，即係咁你用你如果有呢啲咁情況出現嘅話咧，你係可以出去做laser facial 嘅。咁其實如果做咗，譬如我有雀斑咁樣啦，做咗呢個 laser facial 嘅話 ，OK 啊，會唔會係 permanent 啊？嗱，有啲咧就話做咗好似淺咗、淡咗，但係咧逢係雀斑嗰啲，佢因為個底層啊。如果色素細胞越沉澱得犀利咧，比較深咧，你係做唔到嘅。咁加上唔單止做唔到喎，有可能會仲有危險喎。係啦，你如果嗰個幫你做嗰位美容師或者係幫你做嗰個人啦嚇，如果佢心急想你快速啲達到個效果，冇咗笪黑斑，佢唔理佢做幾多層，咁啊係咁燒係咁燒，咁咪燒爛咗咯。Oh my god！ 同埋咧，佢係個印咧係冇辦法係回復翻嘅。OK。咁譬如。我哋皮膚都會甩色嘅噃，係正常甩色嘅噃，有啲人係咁嘅噃，就如果你用光學啊，甚至係雷射嗰啲激光嗰啲嚟做咧，嗰啲仲更加快添啦， okay. 因為佢係以最快嘅時間嚟燒咗佢啊嘛。咁譬如我哋有咁嘅情形，我哋又點會去幫呢啲人咧？我相信你都想知啦。OK， 係啊。我本人咧就比較中意咧係用自然啲嘅做法去做比較安全啲。通常我做雀斑啦、暗瘡同埋嗰啲死壞嘅肉咧，我就用分解。咩叫分解啊？好多人都覺得好出奇。分解話明分解就分開佢、解散佢。然後等佢自然咧，通常我哋皮膚受傷害咧，佢會咧。是在10日之內咧，佢會換過一層新的皮肉上翻嚟嘅。主要你不要將個 scar 搣走，即係個焦搣走就得。OK， 咁即係最緊要，我覺得係如果你話想冇咗啲雀斑啊，總之壞咗個壞咗，譬如暗瘡啦，我哋啲有壞肉噶嘛，佢有個印喺度啦。紅紅啊，黑黑咁樣色嘅，啡啡地好豉油咁色啦。OK， 咁我哋咧。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幫佢，即係我本人就係用呢個方法幫人做嘅。咁通常咧，我做咗美容咧，已經做咗20多年啦。哇，好多經驗喎！20多年啦，咁啊，正所謂身經百戰啦，都已經。咁啊，同埋我做好多唔同嘅皮膚，唔同嘅問題，我都覺得我做得都相當之好開心。點解會開心啊？因為咧。客人得到佢需要嘅嘢，而我係安安全全冇做爛佢，冇做壞佢咧，佢哋就會開心啦嘛。咁我又更加開心咯。所以我就比較中意咧係用自然嘅嘢，例如而家咧咪好多人都會用自然嘅植物啊，提煉啲護膚產品啊。咁比較以前咧用嗰啲咧係用 chemical 嚟提煉嗰啲咧，係比較安全好多，所以而家成本啊貴咗好多。Okay.咁雖然個成本貴啲啦，但係我相信好多女士咧都會情願用呢啲自然啲嘅方法去去做啲雀斑啊、freckles 嗰啲啦，嚇，因為會比較安全啲，亦都會係對個皮膚好啲嘅。咁如果譬如要去一個雀斑咁啦，要大使唔使做幾次？幾次啊？係嘛？啊，呢樣你都問得好啱，因為咧我哋治療咧係。自然咁樣去做咧，一定要俾佢一個成長經過嗰個時間。我將佢嗱，我哋皮膚咧係有幾層噶嘛，咁我將佢咧一層我哋搬走咗，咁佢呢個位置咧就係整咗個新陳代謝，佢會再拱上去嘅。咁第二層又甩啦，
第三層的時候咧，佢成熟期啊一到嘅時候咧，我又拎走佢。咁佢呢啲色素如果沉澱喺呢度咧，佢咪一層層上咯，一層層咁上去咯。咁變咗咧，我哋咧係用呢個方法做咧，係總比較係用火去燒佢，或者俾啲嘢去揦佢、醃佢，甚至用嗰啲所謂腐蝕液體去腐蝕佢。哇！有腐蝕液體。有。哇！咁即係聽起上嚟都幾好驚啊！係咪咧？係啊。又即係因為你如果用啲 chemical 比較強嘅嘢咧，你要整甩佢。是要用那類型的東西然後才可以做到的嘛、好像有些人說檸檬都可以漂白、是漂得慢的意思嘛，但檸檬都是有它的酸有 acid 的、其實會不會對皮膚會即皮膚敏感的人會對他們有些影響呢？當然啦，有很多人曾經試過說用 food 做 mask， 即例如用水果去做 mask 的敷面，曾經試過青瓜、曾經試過這個熱潮啦，我所說的現在是在18年前曾經試過說用青瓜那些提煉，即不是提煉、就黏上個面部，那它就會做到的效果，其實就不可以的。如果那麼容易，每個人買些青瓜回去這樣敷，買些雞蛋是這樣敷，因為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提煉那個過程要用那麼很多銀紙去研究去抽離不需要的東西，通常一樣東西呢，甚至香蕉都是的，它一定有 它本身的毒素。為什麼有些人吃了香蕉會敏感，有些人會吃了青瓜會敏感？因為它裡面的毒素它未必一定每一個人適應到、即所謂叫敏感了、那你的青瓜就是天然的，那你將它的不好的東西黏在個面上，如果這麼容易做的，還使人家一個 lab 廠花這麼多錢分這麼多部門來研究來研究的產品呢？所以我哋唔好亂咁聽人講嘢，我哋都要做用下自己嘅智慧去分析啱唔啱。雖然我哋呢個麗得美容天地係乜嘢都講嘅，其實我哋每一次做節目咧都冇局限話啊，我講乜講乜，你唔覺得我哋講嘢係無所不談嘅？係啊，最緊要係我哋唔係日常嘅嘢咯。如果話樣規定一樣嘢嚟傾嘅話咧，咁大家咧就好 limited 啊，嗰個知識係亦都會好悶啦。咁即係而家聽咗咁多啦，咁大家要注意呢一樣嘢咧，就好似頭先 Rita 講啦，唔好話用啲咁 out 低嘅方法，用啲食物去敷落塊面度，咁導致咗會起咗一粒粒，咁你出街嗰時個樣唔靚。嗱，你頭先講咧，就只不過係提醒咁我哋。那些觀眾啦，咁咦 ，Rita， 你曾經喺呢個節目都講過，用麥皮敷面啊，用青瓜啊，西瓜去洗面啊，嗱，我係曾經講過，咁我再重複講下咯噃。譬如我哋去旅行，突然間個面好油好污糟，點算咧？啲護膚品又用曬，甚至又有啲人冇帶護膚品，突然間咁，我哋點算啊？我曾經同你哋講過，我哋用青瓜、西瓜的皮就咁係磨一磨佢，即係好似我哋捽黑板咁抹黑板咁磨一磨佢。因為咧，你係以少量，你唔係咁敷住個好耐噶嘛，咁即刻洗啦。跟住咧，我哋用咗麥皮就浸一浸淋佢，好似個 mask 咁敷。嗰、那個麥皮咧係好索油嘅，好去油咁嗱。尤其是呢啲咧，最容易喺個 supermarket 買得到啊嘛。OK。我而家講，我係要你哋好快脆拎開。有啲人唔係噶嘛，啊檸檬係漂白㗎，咁有啲啊，我呢度有個斑，我即刻整兩塊檸檬，醃好耐。檸檬啲酸好犀利。啲人係以為即係越擠得耐，嗰個效果就越好㗎。我覺得係。咁又點解咧？嚇，佢哋個心就以為啊，咁樣就叫吸收啦。甚至有啲咧。茶 cream 也好，是這樣按摩，是這樣按摩，是這樣捽到面都紅了。其實呢，現在這些提煉的產品呢，不需要做這麼多這些動作，又不需要敷這麼久，因為它那個 molecule， 所謂的滲透，是滲透的皮膚裡面很快脆的。為什麼現在要錢買這麼貴呢？這麼便宜青瓜兩毫子一條，這麼長一元又這麼長，那我們可以敷很多都可以的，是吧？所以呢，我們對護膚的東西呢一定要認識清楚，不是那麼簡單。人家說、哦、這件事可以的，但它背後有什麼支持它呢？我們要了解、OK 那些 cream
我哋點解搽咗 cream 佢即刻會吸收得咁快咧？啊，有啲搽咗 cream 就冇乜作用嘅喎，搽好多都唔見得個效果嘅噃。嗱，呢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提煉嘅過程同埋嘅成本嘅問題。嗯。啊，仲有佢嗰個研究嗰個產品，所以佢有一班人去研究啊嘛。咁呢一班人都要食飯噶嘛。佢係咪又要出糧呢？哦，咁即係其實唔可以慳嘅，可以，因為佢每一個產品咧，佢哋研究出嚟咧，係經過好多考驗啊、臨床嘅實驗啊，然後先推得出嚟嘅市面賣。嗯，咁即係其實出邊咧有好多 product 咧，大家會可能會覺得比較貴啲啦，但係好有效。比起你攞即係好似頭先 Rita 講攞兩毫紙去買條青瓜翻嚟咧，那個效果係好好多，亦都唔會有過敏嗰、那個出現啦。咁即係譬如我如果好似有好多啲啲酒米啊，咁如果喺屋企嚟講嘅話，點搞咧？係咯，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咗佢？因為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嘅。但其實咧，酒米嘅咧都係我哋所謂叫做油脂皮層過剩嘅油脂分泌過多。嗯。咁然後咧，佢係喺我哋嘅毛孔嗰度咧堆藏咗太多嘅時候咧，佢不停咁填滿咗呢個底啦，佢咪一路上咯，一路上嘅時候咧，如果呢個毛孔咧係窄嘅時候咧，初起咧一定有第一次噶嘛，乜窄嘅時候咧佢出唔到咧，就喺底下咧就逼住啦，逼住咧，如果有細菌咧係感染咗落個毛孔入邊咧，佢個酸性嘅汗咧唔夠殺菌力強咧，佢會形成咧係瘡，就變咗粒細細嘅暗瘡仔。如果再不理佢咧，佢就變大瘡。大瘡咧，佢會將我哋其他嗰個旁邊嘅微絲血管咧，係壓迫破咗咧，就變咗啲血咧，就喺個瘡嗰個位置咧，一泡血漿喺底下。你再不理咧，佢變咗含瘤啦。再不理咧，成個面都爛落去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有啲咩方法咧？方法咧，我哋最緊要咧就去揾美容院。幫我們做一個徹底的深層清潔，還有盡量將它的毛孔放開它，然後將我黑頭所有的油脂泡拿了出來。那拿完之後，咦，跟家裡有什麼不同？家裡你拿完再拿完就沒有做到個善後的個處理了。Okay. 但美容院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幫它收縮，幫它殺菌，幫佢皮膚舒緩佢，等佢唔好咁敏感啦。咁你喺美容院嘅分別咧，同屋企咧，所以有呢個分別啦。當然啦，會有專業嘅服務咧，會更加好啦。對皮膚，因為佢哋專業人士咧，對於皮膚嘅知識啊、認識啊，都會多好多嘅。咁今集啊，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好開心可以喺度為大家解答咗咁多疑難啦。咁再一次同大家講一講我哋麗得美容髮型學院的電話號碼是416-948-7938，地址是3030 Midland Avenue Unit 1。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我係 Fiona， 我係 Rita， 我係 Rita 司徒，下次再見，拜拜。拜拜。